来很可以哦。能够打好球，好酷啊！原来放在这。耶耶耶！国民法官。
莱恩，莱恩，莱恩，耶！莱恩之前说要跟我学扯铃。鼻头君，赞赞赞！耶！游走了，游走了，游走了！拥挤的加油海，我个人觉得他的应援真的是最霸气的，因为全部的人都用手在挥吼，真的是很震撼。而且呢，今天是第一天。第三局的中场，他们有那个狮王神教的小绕境，我居然没有拍到，因为他们是三垒侧，然后我在一垒侧，我冲过来，但神教移动的速度太快了，可恶！耶，乔玉神教出现，不要绕进去了，后面绕大一点，闪亮，继续放胶，神教归位，神教归位，哎，也算是给我拍到了，幸运。太夸张了，我觉得晚上看起来超级好看的，哦，晚上超美。